新嘅一年要过得顺利又安稳，日意去黄大仙拜神啦。不过计我话嚟到黄大仙，净系拜神唔够嘅，呢度仲有传统的延续呢一个花园。正所谓拜得神多，自有神庇佑；睇得花多，自有花咁靓。高贵清香的桂花除了值得欣赏之外，还可以整成甜品桂花糕。而在中医的角度，它属于温和的植物，适合用来冲茶，具有食疗功效，算是一种多功能的花。看完传统的延续花圃，是不是都挑起你对赏花的兴趣呢？还想继续看完其他精致花圃？很简单，用部手机就可以了。现在只要透过网上花展，就可以看完所有特色的花圃，再玩完18区园圃有奖投票活动，一次过满足你赏花的愿望。